哇，宵夜时间到。烤鸡真的馋死人了。继上次自己在家做过烤猪肘之后，我又成功的做出了蜜汁烤鸡，平平无奇的厨艺小天才。现在是22点，宵夜时间到，如果你晚上睡不着，就来看我吃饭吧。扯一个翅膀吃吧。我的妈呀，太香了。妙了，鲜嫩多汁，这一块别吃一下。嗯，撒点辣椒粉。嗯，处女形象全无。就问你们馋不馋，你们照着这个法子去做，保准你做一次成功一次，特别特别好吃，秒杀外面一切的烤鸡。哦，里边好像，我再烤一会儿吧，也许这只鸡太大了，感觉里边没熟。 2 hours later。嗯，整个肉的汁水还是被锁在了肉纤维里边的。一扯它就爆汁儿。哇哦，饿了吗？大晚上的来个鸡腿腿吧，我自己烤的哟。太香了，这谁顶得住啊？万万没想到自己可以做出如此好吃的烤鸡。整个鸡皮我是刷了蜂蜜加黄油的，吃起来奶香奶香的。我是不是吃的好狼狈啊？但是它又很好吃哎，狼狈就狼狈点吧。还有个水果玉米呢。
你们爱吃鸡皮吗？我特别特别爱吃鸡皮。再吃一个翅根收个尾。真的不能再吃了。好了，今天晚上的自制烤鸡就吃完了。晚安，马克巴卡。